起画彩虹，在你右边再画个龙。闪腰了。羊羊美羊羊，懒羊羊。美羊羊可真漂亮。一万零一，一万零二，队长，一万零三。你每次从一万开始数，你有意思吗？两万零一，两万零二。你可拉倒吧，队长，你有坐扶风车的功夫，你回家陪陪嫂子，嫂子后天就要生了。没事，我已经给我爸妈打过电话了，他们从老家往那边赶呢。哎，领导不都给你放假了吗？就是我不放心呐。气象中心通知，从卫星云图上观察，今年的五号台风有可能突然形成，一旦形成将是近些年来最大的一次，会直接威胁到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。现在全队都在原地待命，随时准备出发救援。作为队长，这个时候我怎么能不在呢？那嫂子生孩子你咋能不在呢？再说了，就嫂子那脾气，你又是出了名的怕媳妇儿。哎，什么叫怕呀？那是爱。我跟你说，你们俩没结婚，你们不懂。哎，那你回来嫂子知道吗？我就给她发了个短信，我就跑回来了。啊，你把台风的事也跟她说了？你是不是傻呀？这事让嫂子知道那不得急死？就是。那你怎么跟嫂子说的呀？啊，我就说你俩找我有事儿，然后我就回来了。那嫂子呢？还有五秒钟到达战场。你咋知道的？你们没有感觉到一股杀气吗？哎呦，我媳妇来了，我哎你哎，你躲什么呀？我跟你说啊，刮台风这事啊，千万不能让你嫂子知道，而且我也不能回去啊，你们帮我顶一下，顶一下。哎，我队长啊，对嫂子一定要温柔，温柔啊。都在呢。啊。嫂子，给你们买了点水果，记着吃啊。谢谢嫂子。你们队长呢？哎，买的啥呀？嗯，队长呢？全是梨，那不好吃。没有别的。你俩跟我玩老鹰抓小鸡呢？队长呢？出来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骗子！说好了陪我在医院待产，怎么又跑回来了？哎，媳妇儿，你别着急，他俩找我有事儿啊。对，嫂子，你先坐。你俩什么事儿？对啊，嫂子问你呢，你找队长什么事儿啊？嫂子，你别着急，他嘴笨，喝点水，咱们等他，快点，嫂子等你呢。说吧，小郭，因为什么？嫂子，因为爱情，嫂子，因为爱情，哎，啊？对，是因为爱情，怎么回事呢？你听我跟你说啊。就是小郭吧，在来我们救助飞行队之前啊，他是个画画的，学画画你知道吧？然后平时呢也爱玩斗地主，就有一回啊，他跟人打牌，他就赢了一张船票啊，然后他就上了一艘大船，然后上船之后呢，他就给人画画，都画画认识一个白富美，然后两个人就这么相爱了，哎呦，特别的浪漫，经常站在船头去吹海风。一个在前边这样，另一个是不是这样？对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两个人如胶似漆，特别恩爱。但是好景不长啊，就是船砰怼上冰山，沉没了。小郭呢，为了救这个女孩，也沉入了海底，再也没有上来。那他谁呀？啊？那边有人吗？没人，没人。啊，你们这个故事我得给你们配个曲儿啊。太惨了，凄美。行，那我当三岁小孩哄了。说实话，
媳妇儿，你别着急。队长，你别编了。我实话跟嫂子说了吧。别踢我，踢我我也要说。嫂子，这事儿赖我。你怎么了？我是个山里的孩子，家里条件不好，哥们弟兄多，是爷爷把我们抚养大的，也没什么亲戚，就养了一个宠物，穿山甲。谁知道后来山甲来祸害，把我爷爷抓走了。我主要是让他们帮我解决这个问题的。听明白了。你见着那俩坏蛋，是不是特别想喊一句“妖怪，放了我爷爷！”葫芦娃，葫芦娃，你干啥还让你破花？行了，老公，这么多年我够支持你工作了吧？你自己说，自从我嫁给你，你陪过我几天？我总是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逛街，一个人看电影，连产检都是我一个人去，人邻居不知道，还以为我就是一个人呢。媳妇儿，对不起啊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别着急，你坐着，你坐着。哎，对对对，我给你准备礼物了。那个，你不是早就在六贵府看了一款钻戒吗？一直舍不得买，我给你买了。你看，来，我给你戴上，快。哎，你看多漂亮，自己戴啊。哎，我还在六贵府啊，给咱孩子买了一个平安锁，你看多精致。好吧，你少给我转移话题。老公，咱俩夫妻这么多年，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实话啊！我这后天就要生了，这个时候你还回队里，到底因为什么？因为爱情。哎呀，嫂子，你别听他瞎说，哪有什么爱情啊？你就放心吧，你看看我们救援队啊，放眼望去全是大老爷们儿，对，一个女的都没有。不行就分手。我说不行就分手。我告诉你，咱俩真不能在一起。为什么？我这工作肯定是换不了了。我说你怎么这么磨叽啊？行，我喜欢上别人了，行不行？谁？我告诉你，比你帅多了。想看是吗？好。这儿哈，够不够爷们？不信。哎，我。哎呦，我这怎么这么怂呀？我出来跟你说。哎，我。哎，你哎呀，不是，媳妇儿，我别闹了，嫂子，停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你别激动，你听我说啊，闭嘴，不是你，嫂子，你也闭嘴，小郭啊，你们队就你最老实，来，你说刚才那女孩是不是你们队里的？是啊，漂亮吧？我觉得她可漂亮了，她不光漂亮，还特别会来事儿。我们全队的人都可喜欢他了，是你们队长尤为喜欢他吧？他喜不喜欢不知道，反正总夸他。你给我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接着说，队长，我和我男朋友这回彻底分手了，这次没有任何阻碍，我随时可以和你走了。这不是小圆啊，你媳妇儿她……你不觉得丢人吗？不啊，我觉得特别的光荣。其实我一直都想进救援队，但就是我男朋友不同意。所以刚才我就用点小伎俩就把这事给搞定了，我都想好了，这次我一定要跟着队长出任务。出任务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媳妇儿，哎呀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你坐，你别着急。这个是我们队新来的小圆儿，我刚才骗你，我是怕你着急担心嘛。今年的五号台风马上就要来了，而且是近些年来最大的一次，现在全队都在原地待命。随时准备出发救援，作为队长，这个时候我应该和我的队员在一起。海上出现险情了，紧急集合，出发。是。老公，这个你拿着。不，这是我给孩子的平安锁。你的平安就是咱孩子的平安锁。哎，媳妇儿，老公心眼小，心里装不下别人。等我回来。